来，我讲的时候，看看，我们要一起学哦，不是说不会就可以不用学，不会我们就要把它学会为止。左脚，左脚，好不好？来，一，左脚，嗯，横，还是我们要先休息一下。凯凯怎么哭了呢？我们慢慢学好不好？啊，他为什么会突然哭呢？因为他发现他自己跟不上，就是我说不来为什么。他其实还是对自己要求高，又想学，但是学不会，所以他就会这样。来，我们先坐，我们先坐，来。慢慢学，怎么哭了呢？是不是不想学？大家都不会跳，我们也不会跳。我们昨天学的时候都被骂，被老师骂。你别紧张啊，你一直在抓，你太紧张了。没有什么好紧张的。没事儿，一个舞蹈嘛，就当兴趣学。咱们不比谁第一第二，好不好？嗯，不比，不比赛啊。出去吃冰淇淋好不好？我想去吃冰淇淋，走。冰淇淋。走。抱拳。我是讨你能吃冰淇淋吗？不能。不能。那你吃点水果。你能告诉老师吗？是不喜欢跳舞吗？不是不喜欢。那你为什么今天这个舞蹈不想一起跳？太难了。太难了，这舞蹈把你难住了，啊！老师觉得你可以做到。老师如果觉得你也能做到的情况下，你要不要相信自己，相信老师呢？凯凯每次那个小眼神就好让人心疼啊。是的哟。你告诉哥哥，你想干嘛？想坐那里看他们跳舞，还是想在这吃西瓜？看他们。看他们跳舞，好，走。Let's go, come on。你想不想进去？想吗？你想就想，不想就不想。我们这里只要开心就好。他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。你们这一点我觉得做得很好，尊重孩子的节奏，没有强迫他，我很欣慰。不是说你一定表演啊，我们啊，或者诱惑或者恐吓，你不表演就难为情。哎，很尊重他，哪怕躲到幕后，然后你们一次次的想感染他，想鼓励他，这个很好。我不跟着你们自己跳一遍，忘动作没关系，咱们自己怎么跳都行，好吗？我觉得太简单了。走起，自己喊。跳。因为实在是教不了，那个时间太短了。对，就像这种开心的玩就好了嘛，是吧？就是开心啊。哦，好可怜。我们做个结尾。啊 ，Andy Bots 的。Like a fire， 你就这样子好。Like。OK， 可以。我就是完美。3, 2, 1, go！ 哇，这个表情管理太到位了。所以每个孩子都有他擅长的地方。注意表情哦。心上有了他，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。好棒哦！完美。走吧，我看这衣服好不好看？要看衣服可不可爱？我们必须得在我们的服装上面赢过他们。我也这么认为。哟，很帅耶！哇哇！我们要选一个很非常帅的队名，我们叫什么队名？冷酷无情。冷酷无情。少年冷酷无情不大好吧？热血少年。好，我们是热血少年队。哇！
哇，你看你，这个服装可以的。他要去打架的吧？